是钢管列车长的2012年了，1月18号，古运河战士馆，14:12。我拍的是，这就是著名的古运河战士馆。哎，它有布。我看一下，13:13啊，刚刚又错过了。不是他们两个，不是。啊，又没看到了，应该是没有缘分的，你懂吗？这就是著名的古民头战士馆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真果、胡莲、李良龙、依俊、李树兰。高奎元，我都讲一下我比较会认识。向奎，这幅画代表很黑的海浪。然后嘣嘣嘣嘣嘣，开始大战了。共军发动了突击，炸射了共军炮阵。啊，红酒吧。就不好奇金门之剑怎么样？金门之剑这么厉害啊！决心之剑，金门之剑，这是著名的蓝地狂武器。我比较好奇这个，最喜欢的是这个，你一定不会想走。哪一个？这个啊。那什么工作？后面就是那个，可以看一下那个大陆的那个。对，你去走，我在那边等。哇，我一看等等起。你在外面坐哪一场车？你说救命啊！我在外面坐着哪一场车，应该差不多。我说你救命啊！那我就把你推着向前走。这就是著名的古运河站，防空洞了。这就是他们的双方战力。那个火。武器还是一样放在这里。北三国向共军展开激烈巷战。我比较喜欢那个，我比较喜欢那个，自己跳一把 ，SF， 那个就像民国38年，还是你最喜欢 CS？
想当年你最喜欢 CS。其实我都还好。还好。民国38年10月27日，黎明，我军继续扫荡，残余共军被包围于古宁头断头崖上。全数投降。对，全数投降。你要投降吗？共军，共匪投降给我们。对呀、啊。我们大胜。走，我们走。真的啊。那他只能投降的。那你这把以前玩 CS 的都很有劲。真假的？啊、哦，你说那什么机枪啊？我喜欢警察的那一把。嗯。在上面买的。为什么机枪？应该就跑了。嗯。那我选。这是什么弹吗？秋弹。我还有火焰喷射器，超帅。好攻击！我那好攻击！我的大哥，大哥，没关系啊，还是踩掉就好了。这么啊，这是最特殊的，会跟着你移动，车都会跟着你移动。对，啊，这个是这是当年的军车。感谢支持，就那样，拜拜。对啊，如果下面有麻烦，多多点我们的酒，看这。